下一首歌曲是很棒的一首歌，他是在讲一些人就是飞到外星去，然后他们你知道哦，这个我也讲不出来。很复杂，但是他们就飞到外星去，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时间里面就是一个小时，但是在地球上已经过了一百年，然后他们就是他们的亲好朋友都过世了，所以他们很难过，对。Epic。Thank you.